远的，刚不是在济南大学，也得西客站那边呢。西客站，他从京师路是直走，我从那边是转一圈时才能去。你也上西边去了？我一直在西边等着呢，哥。嗯去吧，他在那等着呢，要不一会儿晚上没车了。快去吧。解放东路是明天中午请你喝可乐。哎，明天中午我请他喝可乐，把你的可乐转让给他。好、哦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你名下好人。冰、啊，一瓶，先转价一瓶啊，多了不能转。好、哦，我还留两瓶。明天放我桌子上去。你行，听着，冰冰，明天我先要一瓶，给提一瓶。只能找东哥。哎呀，新港路啊，太不容易。28公里啊。那先去找看看冰冰。行啊。点击嘛。点击了。张三等屏录着那儿再录着。张三。他打的不太像。把那车机都整里边也不太像。减弱了才。好女人能跑动走啊。请假啊。什么卖啊？